巧虎一家。嘿嘿，小朋友你好，我是巧虎。你问我在干什么？我正在找爸爸妈妈，他们在跟我玩捉迷藏呢。爸爸在哪儿呢？哈，爸爸在这里。哎呀，被巧虎发现了。这是我爸爸。小朋友好，我是巧虎爸爸。我喜欢做菜，还有钓鱼。哇，爸爸真棒！耶！妈妈在哪里啊？妈妈在哪里呢？那个是……哈哈，找到了！被巧虎发现了。小朋友好，我是巧虎妈妈。我喜欢看书，还有看电影。妈妈，还有小花，我和小花在一起很开心。这就是我们快乐的一家。爸爸妈妈，小花和我。这是巧虎喜欢的甜甜圈，我最喜欢了。谢谢爸爸。那我们一起来唱歌跳舞吧。巧虎的世界，许多有趣的事就要发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跳舞 ，Hello。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冒险 ，Hello。还有巧虎和小朋友一起学习开心游戏，巧虎和大家欢迎。许多有趣的事就要发生，跟着哥哥姐姐一起跳舞 ，Hello。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冒险 ，Hello。还有巧虎和小朋友一起学习开心游戏，巧虎和大家欢迎你。妈妈今天做的饭看起来真好吃啊。吃饭的时候我希望巧虎能吃得香香的。吃饭的时候我好想回家去。我知道了，让我来坐小汽车回家，然后专心吃饭。巧虎真乖。护送小汽车回家。吃饭了，吃饭了，吃饭时间到，好孩子玩具收起来，好孩子吃饭吃不完。吃饭了，吃饭了，一口接一口，光光。哈，我吃完了。巧虎你太棒了。谢谢巧虎，巧虎吃得香，我也很开心。爸爸妈妈，我现在可以和小
小汽车玩了吗？当然可以。太好了，耶！小汽车，我吃完饭了，现在我可以和你玩了吗？巧虎吃饭时不玩，你真棒。现在我们一起来玩吧。太好了，太好了。看看，小朋友，吃饭的时候要先把玩具收起来，吃饭时不玩，你做得到吗？唱歌跳舞吧，畅游，吃饭真快乐。吃饭，吃饭，大家一起来吃饭。吃饭，吃饭，碗和勺子来帮忙。吃饭，吃饭，肉和青菜都好吃。吃饭，吃饭，全部吃光我最棒。吃饭，吃饭，大家一起来吃饭。吃饭，吃饭，肉和青菜都好吃。吃饭，吃饭，全部吃光我最棒。童话故事，不爱吃饭的东东。吃饭的时间到了，东东啊，来吃饭啦！不要不要，我不要吃。我们吃面好不好啊？我不要吃嘛。有好吃的小香肠哦。不要不要，就是不要啊！不管妈妈怎么说，东东就是不吃饭。要走了。要走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喜欢我们。你们不要走嘛。不要，我们要去找喜欢我们的人。哦，东东愣在那里也不哭了，大家都走了，东东只有去找妈妈。妈妈，妈妈，怎么了，我的东东？我好饿，可是白白先生他们都走掉了。哎呀，东东乖，不哭，跟妈妈来啊。东东，乖乖坐好啦。哦，等一下他们就回来了。好的。妈妈，这是？你猜猜。啊，大家都回来了。你喜欢我们，我们就回来了。准备吃饭啦。好的，我最喜欢吃饭啦。我以后要做一个喜欢吃饭的好孩子。小小世界，动物大集合。啊，是动物园。
什么呀？吃什么？吃什么？这是什么呢？是长颈鹿，好像是长颈鹿脖子哦。吃什么？吃什么？这是什么呢？是犀牛，是犀牛的屁股哦。哦，那是什么呀？吃什么？吃什么？这是什么呢？是大熊猫，它有大大的黑眼圈哦。好多动物。是啊，那你喜欢什么呢？拜拜。巧虎小故事，我是小帮手。在散步回家的途中，巧虎跟妈妈来到超市的门口。我们去买点东西。巧虎，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呢？我要吃蛋包饭。好，我们再煮个汤来喝。好。哎呀，买太多东西了，好重啊。走出超市，妈妈走了一会儿，就把手上的东西放在路边休息。妈妈，你怎么了？巧虎看到妈妈的手心红红的，很担心。妈妈，我帮你拿这个。巧虎，这个很重的。没关系，让我拿。巧虎提着一袋橙子。哎呦哎呦，巧虎，很重吧？我们到前面的树下休息一下。这时妈妈唱起了歌。我是小帮手，我是小帮手，休息完，巧虎又有力气提袋子了。嘿呦嘿呦，妈妈，东西还重吗？已经不重了，谢谢你。我是小帮手，我是小帮手。巧虎和妈妈一起唱歌走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对爸爸说：今天巧虎帮我提橙子，帮了我很大的忙。巧虎真棒啊。下次还要帮妈妈拿东西。放在盘子里的橙子看起来特别的好吃。我会小心吃东西的安全。巧虎，吃饭了。啊，来了，我要吃了。巧虎，等一下。哦，丸子很烫啊，要先吹凉才能吃。好，吃烫的东西前要吹一吹。丸子真好吃。巧虎，等一下，不可以乱挥叉子呀。啊，丸子掉到地上了。巧虎，掉到地上的丸子脏了不能吃，妈妈再拿一个干净的给你。我知道了，吃饭时要紧紧抓住叉子。吃东西时还要注意哪些事呢？吃饭呢，应该怎么做呢？把玩具收好，赶快来吃饭。喝热汤时应该怎么
么做呢？先吹凉再喝。想喝桌上的饮料时，应该怎么做呢？先问妈妈可不可以喝。饼干掉到地上了，应该怎么做呢？把饼干捡起来交给妈妈。吃啦！等一下，吃东西要注意，吃东西的安全别忘记。丸子丸子非常好，吃前一定要吹凉，吹一吹呼呼，吹一吹呼。小朋友，你会吹一吹了吗？拜拜！吃丸子了。哎呦！哎呦，真痛啊！吃东西要注意，吃东西的安全。小朋友，吃东西的安全你知道了吗？ Happy English, Baba Black Sheep。 Bab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sir, yes sir,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and one for my dame, one for the little boy who lives in the lane. 预告，下次的乐智小天地是我会刷牙喽，牙刷火车出动喽，刷刷刷刷，巧虎自己会刷牙了，学唱刷牙歌，把牙齿刷得亮晶晶，嘿嘿。哪个长哪个短呢？和巧虎一起来学习长和短吧。哎呀，小火车坏了，巧虎很伤心。小火车，快点好起来吧。小朋友，你也要爱惜自己的玩具哦。乐智小天地又有版，我会刷牙喽，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呢。嘿嘿，小朋友，一和许多你会区分了吗？好孩子，吃饭时不玩，你能做到吗？拜拜。